安安啊，今天要带你去游乐园哦。爸爸在开车，不要随便乱动，还有要系安全带哦。哎呦，不用麻烦啦，一下子就到了。妈，可是不系安全带会有。安安，危险！后座未系安全带，不仅危险，还会被处罚哦。一般道路罚1500元，高快速公路罚3000到6000元。记住哦，汽车后座要承载，记得要系安全带。交通部、道安会及台南市政府关心您。